赌王争霸战场外投注还有两分钟停止。当今两大赌王罗荣进、钱万通，三年一度的争霸战即将开始。胜者除了可以赢取对方3000万赌注之外，还可以拿到3个赌场牌照。所以双方每次交手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要赢。500万。大家还有3张牌，不如大家赌个惨吧。首先，老人进，红花蛇，我看你的机会不大。罗荣进，有你的。别吵啊，金金，别耽误老大收钱了。让让。啊，这是谁呀？啊。好的，赢了，赢了，哎，怎么样？赢了吧？啊，赢了，100块，怎么样？赢了吧？我说100块。是谁呀？是谁啊？哎，喂，大哥。喂，你演清兵啊？这么差劲呢？哎呀，差劲！这不是差劲啊，这是领班应有的权利，要不哪有钱赚呢？就你能说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的头好久没洗了，痒死我了，所以回来洗个头。那我看看有没有虱子。哎呀，你别动我嘛！捣什么鬼啊？喂，你大哥好棒，你看看，你看着啊。棒不棒？棒了！哎，把费用叫起来，看你大哥表演。啊，好啊，快点！喂喂喂，起来呀，起来呀，快起来呀，快起来！起来呀，看呢啊！有东西看呢，快点呢！大哥好棒啊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
快点呐！哎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来过来嘛！哎，你看着啊，什么呀？哎，怎么样？好玩吧？啊？就这个呀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练了半天才有这么高的成就，你说这种话，你看着。就说大哥，今年还有两个赌王大赛呀，看来高手就是你的发财。是啊，如果有钱呢，我就外面赌钱呢，有人发牌，有人摇骰子，你能控制吗？啊，你这玩意儿，去表演魔术就行了。喂，我看电影都说人就是这样发财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叫你妹妹带你去做临时演员，只演你的手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废话。哎呀，哎，你还以前呢，尊荣。哎，老妈，不管我们的事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你们两个，他们两个说变魔术给我看的呀！哎，你从这儿狮子走吧。是是是，行行。现在说洗头怎么那么巧啊？啊，尊荣，你扔下书包六七年了，什么工作都做不成啊！你妈我只要你做两件事，别赌钱，别吃白粉。你都什么都做不到。哎，老妈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每天吃的都是维他命丸呢。我才不信呢。啊，还有别的是天气粉呢。你们两兄妹又害我一次。耶，干什么呀？老妈呀，生够气没有？先喝碗汤吧。哎，放下吧。嗯，好容易哄你啊，真是。妈妈不想骂你啊，为你好啊。赌钱和白粉这两样都是没有底的。哎，那罗荣进呢？他是靠赌起家的，哈哈！我发现他的封面呢，你一定爱不释手的。有他的封面啊，卖都卖不完的，拿回去看完了就垫锅底呀。还有谁像他那么强啊？而且命好，好多人呐，为了赌字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也不用说到死字。老妈，你还有几分姿色呢？你的嘴呀，可真能哄死人呐！对面的酒楼啊，要你当部长，你都不去。不喜欢，没意思的工作。没意思，不比没钱好？哎呀，叫你下去帮我拿报纸，你都不去。哎呀，大男人送报纸被人笑的。你再养我一年吧，我答应你，三年之内一定发达的。发发发，发你个头啊！你别小看我呀，香港遍地黄金，好多机会的。好看你怎么样。走着瞧。喂，你干什么让我找得那么急呀？不是我找你，是我大哥找你。喂，干嘛穿得这么风骚？喂，怎么说我也是第八艺术的从业者，出镜率比很多人多，当然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不休说自己是明星，把手给我，你摸摸，我今天皮肤是不是特别的滑呀？是真的，平时很粗的我。因为我今天有了起死回生膏，所以这么滑呀。哎，要不要我试试，我给你美容吧？喂，搞什么？喂，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哇，从哪儿来？是车来了是吧？上车吧，喂，快点啊！等等，哎呀，等等我！来来来，哇，要开180米了是吧？好，好，走。人家这跑车让你撞得像烂铁一样，你真有本事啊你啊！哎呀，这开车当然会有意外了，谁都不想有意外的是吗？哎，是啊是啊，叫他开呢也算是因公受伤嘛。是因公受伤，试车试的受伤，你真有本事啊！走吧，好，我们走。哎，叫我走，先给工钱。工钱，我的名誉呀被你弄坏了，走吧。走就走了，你怕没工作吗？走了。哎，先别走。怎么了？那个车主啊，很想认识你们了，说你们开车开得很棒，这是他的名片。你们别不去啊，你们的电话和地址、身份证我都给他了。哎呀，这么出卖我们，真有你的啊！走，哼，去死吧！嗯，喂，罗日新不就是罗荣进的儿子吗？星爷，召唤你车内两个小子来了。哎，罗公子。我叫叶尊荣。哎，你好，尊荣，
尊荣是我妈的偶像。哎，是是，是你撞坏我的车啊？不是，是他。那你说什么？我怕他不会说话，我是想来道歉的嘛，说声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请你原谅。对不起就不用了，谢谢也免了。我说他大方啊。是是是，谢谢罗公子，再来我们走了。慢着，我的车怎么样了？就这么算了？你说算了的吗？是啊，你说不用赔的吗？我这么说过吗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，罗公子？12万了。12万？12万？一个礼拜交清。哇，你去抢吧，你的车不是撞得很厉害了？我给你修最多5万吗？你给我修，你的手艺我信不过呀、啊！你这是敲诈吗？那你是不想赔了？行，吃了它。干嘛那么嚣张啊？你要是不想还没赔啊？不是不想还，哎，还着走了。不是，走走走，走，吃屎吧！不，有多少啊？最多只有这些哦。29.5块可以不算。加起来也只有10000多块呀、啊！哎呀，那就惨了，零头都不够。哎，妹妹啊，喂，妈死的时候不是把金手镯交给你了吗？做梦啊你啊！我的金手镯你也想要啊？妈留给我做嫁妆的。妹妹啊，你嫁得出去再说吗？谁说我嫁不出去啊？我一定嫁给有钱的啊、哦！那辆车你也坐过的吗？那你也坐过了。这个戒指我给的，这个戒指是我的，还有两条链子也是我的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出了什么？你出了什么？妹妹啊，如果没有钱给，我就会变成绝代双骄，好惨呐、啊！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算不下去了，就连镯子算起来都不够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？全香港有70多家麻将馆，如果每一间能赢几千块钱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你一定赢的。是啊，一个人未必行，两个人一定行。两个人行？你们想出钱？哎，你别误会，不是出钱啊，纯粹是技术，叫做出术。行不行啊你？当然行了，我们练到行才去的嘛。把麻将拿来。好，收到。记住暗号啊！记得记。聪明点啊，一定有钱赚。记住啊，我的烟的左边就是要筒子，中间呢就要腕子，右边呢是要锁子。拿着烟不抽呢，是要翻子。喷左边上中下呢，是1、2、3；中间上中下呢，是4、5、6；喷右边由上至下呢，是7、8、9。中百发都是喷中间呐，没有我要的牌呢，就叫富贵富贵富贵，我就明白了。OK。哇，发财了，抽烟都行啊，有20000呢。是是。喂，还有5天，是不是可以赌大一点的吗？当然是赌大一点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们两个小心一点哦。行了，真烦。哇，不用吧，打个麻将都累成这样。喂，你试试一天跑10几个地方，看你累不累啊。就是。那我回家给你捶骨，走啊。喂，飞哥。哎，桂姐，这么久没来啊。怎么了？我这么多业务要巡视，轮到你们需要时间的嘛？真是。是啊。哎，生意不错，没位子啊。当然啦。哎，这么久都没有好牌，真是富贵。怎么了，桂姐？哎，没有。怎么会抽筋呢？是啊，有点抽筋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。哎，行了啊。哎，我不玩了。哎，桂姐，这里有位子啊！好，有了，谢谢啊。富贵啊，又没牌。喂，兄弟，你打牌就打牌。你嘟嘟囔囔说什么呀你？顺口说说都不行吗？是啊，我喜欢呀、啊，富贵富贵富贵！那你富贵了？是啊。还故意叫，反正打2圈扔你了。
子墨。哎，子墨。搅拌打出来，你以为我看不见呢？有问题。哼，富贵有没有？哎呀，好，我玩玩你们。活了活了，哎，我的，妈的，富贵，哎，谢谢谢谢啊，富贵，好，再来，九叔，哎，活了，哎呀，正好我也要九叔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是不是真的啊你啊，真是，富贵，哎，快点给钱吧，哎呀，今天赢够饭钱了。哎，做人呢就没有永远走运的，我走了哈，谢谢各位，哎，再见了，走了走了，哇，哎，慧姐又赢了，哎，一样的菜式，不但你发财了，走了哈，好，哎，慢慢走啊，钱收好啊。是可以慢慢讲嘛，什么事当我是瞎子呀，五六七万老是七万打出去给人家吃，我追哎，谢谢，你干什么？捶背，你的手伤了不是背呀，拍三级片呢，毛巾呢给你，搞什么鬼？小姑娘不懂事吗？防备吗？别用力，好疼啊！小谋杀呀！不用力，淤血怎么会散呢？不说你自己差劲，刚才我给尊荣搓的时候，人家一声都没有叫过。尊荣，尊荣，给他搓你没用力，当然一点不疼了。给我搓一下，使劲按下去。别用那么容易，说说再说，再用力一点，说。喂喂喂！这次摔得很呢，我看九成九是那富贵告的密。哎呀，是是是，我跟你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那个三八说什么得了一些好处须回首啊，又说不耽误别人发财啊。哼，是他岂有此理！我让我再看见他，不打他胸遍平地，我就不是人。你有没有搞错你？你做人大哥做的那么淫贱啊？我和你脱离兄妹关系啊，真是不像话。你不知道淫贱得人敬，淫贱的人怕你。哎呀，我看那个富贵啊，会截胡术的。他截了我几次胡，是有本事。什么截胡术啊？不说你们的签术差。哇，你怎么老说坏话？哎，你不擅长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啊，要红药水，爹打药酒，你们打架？伯母他们去麻将馆呢、啊，出钱被人打呀。尊荣，老妈子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是这小子撞坏了人的跑车，要赔十几万，我们哪来钱还呢？所以去拼一拼喽。拼也拼到了，事又不做，专门闯祸，我不管你们。老妈呀。不如打车随棍上吧，反正都要求他，和你老妈子借点钱应付一下吧。要不被人打一顿呢，我们两个就变成绝代双骄了。我老妈哪有钱借给你呀、啊？明剑大哥又在胡说了你，你怎么？这都怪你，你太多嘴。怪我什么事啊？是你不去拿呀？就算拿出那笔功劳的钱，也就一万多，给了他也不够啊。不管他，难道就让他死吗？老妈，老妈，哎，这么早到哪儿去了？不会这么早开工的吧？难道真的生气了？哎，老妈早上好。哦，真困死我了。
昨晚睡不好啊，眼都肿了啊。那这10万块钱够你赔车了吧？够，当然够了。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我刚才还想看看罐子里有多少钱，银行没那么早开呀，自动提款也没那么多。三个答案：第一，天上掉下来的；第二，偷来的；第三，男人给的。你自己猜吧。喂喂喂，天上不会掉下钱来的，要不然人人都发大财了，去偷呢你又没那个本事吧。男人，你还没有这姿色，不过值不了那么多呀。哇，你这小子，老妈帮了你还说我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告诉我怎么得到的嘛。没你的事儿，老妈洗脸开工。喂，今天他是怎么了？难道真的找了个爸爸？别垂头丧气的，拿去看看。哎，12万块钱这么快就没有了。这口气我可真吞不下去，那小子那么有钱，多抢我们10几万。你看他老爸爸老做善事做好事，生一个这么样的儿子。哎，你老妈的钱怎么办？哦，他知道我有偷不欠的，回去先还你点利息啊。接着，哎，还能接到。哎，子荣，我不敢见你老妈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啊，我老妈你都不敢见，去吧，快滚！小姐，烧鹅肉。哎，你这小子还钱了没有啊？啊，当然还啦。啊，还一点利息给你吧。手这么脏，一会儿再吃。哎，快吃吧，凉了不好吃了。来吧，我来做。忽然这么乖，你少跟我惹点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啊！行了行了，老妈，我尊重以后不会再跟你惹事了 ，OK？ 我不是怕你们来赢我的钱，不过呢，小赌可以怡情，怡情之余呢，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们帮助的，请你们捐公益金。哎，看他那么专心，是你的偶像啊！神经病！哎，你的钱不就赔给他儿子喽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别跟有钱的人斗了。哎，老板娘，一份报纸。哎呦哎呀，你干什么干什么？怎么搞的？喂喂喂，富贵富贵、啊！哎，什么富贵啊？什么？什么？那个富贵是高人，小心点。我什么？我是高人吗？来无影去无踪。哪个？跟着他，快来！别打别打！哎，喂喂喂！别打别打！什么？想泡本姐姐啊？我泡你，你别犯傻了你！说什么你？不是不是，因为你接了我们几次活，我们很欣赏你呀。爸，不是吧？你这是说我出老千呢？你们俩出千就差不多。你们坐在对家左摇右摆，咬着香烟有上有下的干什么嘛？啊！哇，果然是高人！告你个大鬼头！真是高人！告你个大鬼头！是高人！神经病！一定是高人！神经病！哇，连我们的烟友内容他都知道啊！啊！真是高人，有多高？差1寸5尺，你都比他高了。你也是高人？不是，你高，我走了。高人，高人，哎，高人！哎，买单！哎，买单！哎，我买单。哎，没错。哎，林姐姐，你今天有空来？哎，生意不错啊。还可以啊。哎。哪个庄赢啊？我想赌上他两手。哪个庄赢？桂姐，你想赢多少啊？直接和七哥拿不就行了？哎，那怎么可以呀、啊？喂，我看这个贺官呢，运气差，运气差。桂姐，你还会看相呢？啊，一点点啊，我过去玩两手啊。好好，随便。开。哎呀，这软件。哎呦，我说帅呀，这软件，这屌啊！哎呀，真倒霉啊！今天吃老实说。买1900点，谢谢。买定李小。开。哎。3519.9。哎呀！哇，6000这么多，不用了，3000吧。3000，你们拿去喝茶啊。谢谢。哎，你们慢慢玩，慢慢玩。喂，老兄，酒还留了吧？给我拿来。这么晚才来，我以为你不来了，我卖给别人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和富贵就爱吃这个，你卖给别人太不像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桂姐，我下次再留给你了。下次，下次我让你当官，不像话。喂，桂姐。什么？
没有韭黄韭菜要不要，只差一个字吗？太婆和老婆也差一个字，你不抱着太婆当老婆，你这卖菜的不像话，以后不跟你买了，谁叫你没信用啊？气死我了，没韭黄吃什么都没味道了，哎。你跟了几天不烦呐？出来吧，老兄。韭黄。是啊，是我呀。哎，这个送你的。喂，小子，你跟了我几天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揍你。没有啊，想跟你学功夫呀。我看见你进赌场转一圈就赢了几千块，你的赌术呢真够绝的，堪称第一呀。教教我不会失传的。说完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为人聪明，学什么都很快的。第一，不会气得你吐血；第二，你的赌术可以发扬光大，是不是？魏刚啊，小生24，尚未娶妻。难得啊，难得，难得，难得我这么聪明。难得你这么年轻就傻了。那这是我的，你呢？滚吧。喂。姐，热辣辣的煮羊肉啊！哎，让我来吧。你小子，你干什么你？跟了我几天想干什么？我脾气可不好啊！你脾气不好不要紧，我脾气好能忍就行了。来吃羊肉。哎呀，看来你是不走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喂喂喂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过来干什么？哎呀，那个小子想泡我，他想的倒霉啊。还会跳，老鸡嘴风骚了。对了对了，怎么样，桂姐，这羊肉好吃吧？哎，总是差那么一点味儿。差的什么呀？哎，过来，有没有正牌的狗肉啊？我想吃。别开玩笑了，桂姐，要罚款坐牢的。要抓的啊？喂，哎呀，你爱吃狗肉的？哎，伙计，叫他出钱。男人，撞死车12万，一定要抓一只狗。我去引开兵妹啊，你帮我去抓那只狗。行，小心啊。马干达，马干达。哎 ，You want to dance？ OK。麦当，I give it for you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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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嗯，嗯。小子，快快让开，让一让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嗯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这些是我的。哎，一起吃，一起吃啊！这是你家，不用谢谢。啊！你这臭小子，你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哦，你不高兴啊？那我走。哎，年轻人，开玩笑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出狗肉，我出地方，哎，公平吧？是公平啊。就是嘛。嗯。嗯，什么？哎，是羊肉，警官。羊肉？警官，是羊肉啊，不关我的事。这地方虽然是我的，但狗肉是他的。狗肉？是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地方是他的，这些狗肉呢是我的。喂，小子，你少讲义气，一个人承担啊！要知道，碰上法官喜欢狗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坐牢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啊！地方是我的，但狗肉真是他的。住口！小子，你是不是承担义气啊？那又怎么样？反正都坐过牢了。好，真有你的，兄弟带他回去，狗肉也拿回去。是是。喂喂，真难为你了啊！嗯，只要让我叫你一声师傅。我做什么都行啊！哎呀，警官带他走吧，拜托啊！走吧，走吧。警官，这是我的，谢谢。哎，再说，
哎，不好意思，警官，哎，这块呢是狗骨头，你拿去做呈堂证物，这些是。好了，够了，还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空来玩啊。喂，干什么？曹操，快开车！怎么搞的？啊，怎么叫这么多人？10000多块钱一组，超市要补钱的呀！眼戏眼全套，他追出来了啊！我没事的，不用送了。 哎，我不是舍不得你，我是找警官的。警官呐，这个做呈堂证物就1块就够了，其他的我帮你保管啊。大婶，今天有人顶了你的罪，你还这么多话说，走吧你，走啊，带他上车。真的不能留点啊啊！快走吧你，大婶。啊！ 你自己拿着，这招行不行啊？啊，行。啊，技术对盘没有？技术啦，你这招到底有没有效啊？小废话。哪有你那么傻的？两个人吃一个人顶罪，以为人家会感激你啊？我不要他感激，我佩服他的为人和他的德行啊。咦，怎么在演戏啊？一起演呢？来来来。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的脚怎么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小心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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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M 的牌的，你们的警车连M都没有，肯定是假的啦。但是我不怪你，你读的书少，但是你这种朋友啊，叫他这么个烂招，你就哎呦，果然是高人。拜见师傅。哎呀，人家说你笨的，你还叫他师傅，我们在辛苦抓狗啊，差点连变成绝代双骄，走吧，走吧，师傅。我哎，笑得挺过瘾的啊，慢着。 你好烦呐！你抱着柱子站着，你呀，去给我倒杯茶来。哼，又我一个人站着，富贵。师傅，喝茶。看看舌头，好多舌苔啊！男左女右。 刚才的对白不错，再叫。哪句啊，师傅？哎，过瘾。师傅，哎，过瘾。师傅，该走了，富贵。哎，你干嘛？喂，谁让你进来的？站好了，住口！那让我收你为徒也行，你要答应我五大条件和一个问题。100个条件，100个问题都没问题。第一，不能向人提起我是你的师傅。没问题。第三，和我一起赌钱不能赢不能输，没问题。第四个条件呢是馄饨不能有虾，不行了，没问题。好，第五，星期日下午3点钟以后不能进女色，这行不行啊？也没问题。好，你有慧根，我没看错你。哎，问题为什么我要收你呢？ 因为我会哄你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我有慧根，给我来！是不是想收我？收不收你？问他，他知道，告诉他。怎么样？我有慧根，当然收我了。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那我呢？喂，也不用这样吧，从门口要这样爬进来的。你怕别人劫色啊你？你呀，劫你的大鬼头！是不是怕劫色啊？不是。 是怕被人绑架或者砍怎么办呢？做人自己想不就行了，何必让人家知道你富贵？你怎么抽筋呢？是是，你们以后呢，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富贵。好像名家。我的牌子扔了很久了，不要再提了啊！喂，别再说了，该上课了啊。你刚才呢，答应的很爽快，第一戒戒什么呀？不要抽筋。 去你的臭小子，没挨过打吧？等一等吧。别再说了。这次还不发财呀？
哎，这东西不错，哎，拿回家去摆。怕什么？他不知道怕什么呢？他一定把人背认出来，不敢放自己的照片呢。叩头！把东西还给我，臭小子！哎呀，叫你别识人家的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真是，喂喂喂，搞什么你？搞什么搞？ 是什么？哎，对祖师要尊重啊！什么呀？张嘴识相。收到。哎，哇！别闹了，叩头。哦。哪来这么多声音啊？给我看清楚了。这算什么呀？你做师傅我教就行了。什么？你以为玩杂技呀？你看不起啊？那。 暴露时，米城向墙耳门做碎袍走油。好深奥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等我在上课。师傅，你不是耍我呢吧？是啊。你耍我呀？别小看这些牌了啊！好了，现在我来考考你，第三行第二张是什么牌呢？嗯，猪。答不答呀？狗。你是狗。赌钱呢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记性啊。一副牌有52张，一副麻将144张，每张有6面。不错。把这些牌记得滚瓜烂熟，是谁出的，何时出的，你都要记得，赢的机会这样才会大。那，这些牌呢，你拿回去。当你记得住第几行、第几张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再回来见我，别在这里玩杂技了，拜托。啊，叫你呢！有门的别爬了。对了，给我擦干净走。是，走了。真是的，对你爱。真是的，对你爱。睡梨炮有露舌袜，九门窗米门做豆，向袍入耳跳桌布。 误入群库冒鱼西瓜。现在我问你，第12个是什么？鸡，鸡你丑。错，第12个是成，就是欧嘞。嘘，再来。别再错了，再错捡了你的。睡梨炮有露舌袜，九门窗米门做豆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没有啊。伯母，我们温故知新啊。连这些字都不认识啊？ 该打哦！再来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啊！来，看清楚，第3张是什么？鸡。第6张呢？猪。好啊，赏你的。谢谢。好，考考你的真功夫了啊！这怎么行啊？这么多符混在一起。不这样怎么考你？来来来来，我先学的是一副哦。要这一对。喂喂喂，够了够了。多来几张啊？ 好，看完了，几张三呢？三个三，第6张、第9张、第10张。Q 呢？一张 Q， 第1张是 Q。啊，不错，来吃它。这个是什么？红桃6。是吗？和黑桃4。是红桃5啊，这个不靠眼睛，要靠脑。 黑桃 K， 红桃2，方块2，黑桃 A， 梅花 Q， 不是吧？你不是有透视眼吗？用不着透视眼，这玩意儿有方程式啊。是真的？当然有了。师傅，你想大？大给你吃啊！看清楚，看完。没看完，留2张行了吧？笨就别做我徒弟了啊！你知道吗？这种独步单方是不能外传的。 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小朋友叫神通辉的呢？神通辉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你怎么了？神通辉，因为有自己的独步单方，不管多么复杂的数据，他一看就有答案在脑子里了。你是说我也行？不错。
你练个18000次以后呢，就一定行了。如果能行的，我上了大学了，我不信。底牌是什么？当然是黑桃 A 了。看看。哎，不用看了，怎么看都是黑桃 A 了。是吗？喂，再看一次。刚刚看完是黑桃 A 的吗？这你看你就看嘛啊！铜牌二。仙术最重要的就是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，怎么令自己的牌由输变赢呢？就要偷牌了。说好听的就是魔术或者特异功能，不好听的就叫仙术。要练成偷牌连对方都不知道呢，就要眼快手灵。比如人的眼睛在某个程度之下呢，可以留下影像的。如果你的速度快得连眼球都留不下影像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，就恭喜发财了。嘘嘘嘘嘘嘘。哦，喂，徒弟，你第一次下沙赢了多少钱呢？哎，别提了，真是。你怎么搞的？你这都输啊，老兄，你是真的吗？喂，你学我5000功力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，学我8000你都输啊？不是，明明是赢定的，现在才赢10000，这么少，真是的。你耍我呀？是啊。你记不得我第一次跟你说的第一戒是什么？戒嚣张。就是。你现在呢？啊，第二戒呢？第二戒呢，就戒贪。你师傅我呀，每天只赢几000而已。你赢了10000，是什么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以后戒贪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没有特别极为十分要紧的事呢，大家就不要联络了。我不想让人家知道你认识我，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认识你的，对吧？走了。师傅。什么事啊？你别离开我。师傅。有狗日去叫我了。再叫几招吧，师傅。我要打你了。春天都见发了财，我们把心开，找到美丽更亲近，真是甘心把她爱呀。喂，该唱什么？玩玩玩玩玩，唱完了给我呀，哎、呀没唱完了给我呀。哎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哎，你别打我好不好？那是给钱的，人家唱歌又不是说你。喂，大哥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他说你妹妹我不漂亮啊，就是说我不是美女了，说我不美呀、啊，就说你不美呀、啊，说你不美就说我不美呀、啊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能帮他呀？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不行，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说真的，你的赌术到底行不行啦？你没看见啊？我今天又去赌过了，赢了10000呀！啊，是是那是，那可以斩断穷根了，是不是？有钱了。所以说呢，我早说过，我这辈子30岁之前一定能发财的。嗯，别说我不当你是兄弟啊。嗯。下次下注的时候，你连底裤都要当了他了啊！那是必然的，一定赢，当然参加的，真是的，你参不参加啊？喂，怎么信不过啊？你说兄弟嘛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啊，真小气！你除了小气之外，有什么像女人呢？喂，我什么地方不像女人啊？啊？家，下次下注呗，还重锤出击呢。哎，你有钱呢，那我就算你一个的啦。你呀，小心你老妈知道了。就是啊，我才不怕呢。如果我能赢1000几百万呢，我老妈会疼我的。哎，给我买烧鹅给我妈吃啊。去哪儿啊，申姐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有的是钱，坐的士了。哎呀，又说坐的士，走了几条街都没有的士啊。叫什么？你打电话叫车了没有啊？喂，没车关我什么事啊？哎哎，对面有人下车，哎，快点截住他，快点截着，快点叫车。哎哎哎呦。那对不起啊。喂，干什么？
碰我女朋友。我道歉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啊。哦，原来是罗公子是吗？怪不得那么臭呢。岂有此理！喂，打死你！喂，别打了！打你！别打！别打！哎，小金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小金，别打了！哎，别打架了！喂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走吧。哼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幸亏你告诉我她是女人，要不然我还以为她是个的士呢。你好像说是要的士的，大哥，我们去找的士去。我的脸没有打扁吗？怎么了？还生我气啊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不这样对付那些小子，他们会以为我好欺负的。哎，你是瓷器，怎么去跟瓦罐撞呢？人家打伤了你就不好了。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啊？哎，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他们了。算你乖。我开吧，快到了。我到了，你来开吧。哎，你的手袋。哎，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。那好吧，明天我给你电话好吗？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一朵鲜花插在那牛粪上，明知那个楼是行尸大色鬼，自己还要送上去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人家有钱呢。啊，他不像是贪钱的吧？喂，贪钱的人额头上有两个贪钱两个字吗？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，细眉小眼没有贵格，一看就是贱妇相啊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怕人家比你漂亮啊？喂，我长得不漂亮吗？我怕你想坏了心啊。人家不要罗日星啊，排队也到不了你啊，傻小子。喂，你妹妹发什么火呀？哎，女人有几天脾气大的吗？真是的。脾气大？哇，富贵呀、啊，是谁这么不通气呀、啊？找谁呀、啊？哦，找你了。小姐，我不认识你的我。我呀。喂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是鸡还是鸭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限你三秒钟之内道歉，要不然以后你休想让我理你。哎，对不起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像鸡就是像个人妖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！你怎么穿都不像个淑女啊！谁说我不像啊？起码我比罗日星那个妞好了，不像人家那么不自量力，没胸也穿吊带裙。我有的她未必有啊，起码应有的女人味我都有了。狐臭啊！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还说？不玩了，我还有事要做呀。狐臭怎么是这个味儿嘛？奶奶，这里有7000多块钱，手表、传呼机、戒指都当了，你一定要给我赢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跟着我学着点吧。好好。哎，哎，你的钱呢？好啊。怎么，你得罪他？没有啊。他现在装腔作势的，不知要干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喂，你不是暗恋我吧？爱你的仇啊！哎，喂喂，按我的头不要紧的，你别按我的身就行了。哎，小心我的头啊！别，赚不了钱，好不好啊？就你不帮自己的妹妹，帮别人？哎呀，别闹了！哎，你到底是不是虎啊？想清楚，一会儿赢了你别怪啊。对啊。什么？入就入嘴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8500，输了别回来见我。喂，住嘴！住嘴！你在家里等着收钱吧，你啊。星爷，你要的东西到了，我看看。刘小姐还没有到手啊。哎，急什么呀，她装腔作势就是想多捞点吗？星爷，又是那两个臭小子。哦，又是那两个小子啊，还敢到这里来捣乱。好，来人，给我通知保安，说两个人出千。出千？知不知道有冤枉这个词儿啊？哎，莹姐来找新哥。这，你来看这个好不好？哎，啊，玩好啊，好玩。
大胆吧！阿星啊，我们属下赌场今天生意怎么样？爸爸，今天生意差了很多，外面有消息说，有人不喜欢我们。不喜欢我们？除了钱万通，还有谁不喜欢我们呢？他以为用这种方法能打乱我们的阵脚啊！哼，让他在赌王大赛中胜出。阿江，把那小子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到时人证物证俱在，我和钱万通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哎呀，臭小子，你没长眼睛，真让你吓死了！人吓人，吓死人的呀！啊，这句话我说差不多。哎呀，你这臭小子还真有本事啊！哈，跑到罗荣进的赌场里闯了这么大。哎呀，我是无辜的，我那天想进去赌几手，谁知被巡场拉出去，我以为你的功夫出了事，哎，所以就乱叫炸弹，炸弹就成这个样子了。那这件事呢，我相信有两个问题发生了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我教你的功夫怎么会出事呢？肯定没有人看得出来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这个炸弹是谁放的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是啊，没道理的。别说没道理啊，你是世外高人吗？你怎么知道有这回事啊？老兄啊，我虽然是世外高人，我不问世事，但是啊，黑白两道出了这种东西来找你老兄呢。哇，搞得我这么红，这么值钱呢？你知道自己值钱就好了。所以，从今天起。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别叫得这么亲切啊！如果你被人抓住的话，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。当然，我不希望被人抓住了，小心吧啊！师傅，不过，如果有狗肉吃的话呢，叫人拿来给我，你自己别拿来。嗯，师傅，你这么忍心呐？哇，这么下去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他们有小金的地址啊！哎呀，老兄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！哎呀，傻废话，见了罗先生说。哎呀，哎呀，去查你！哎呀，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这里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怎么没冷气的？哎，没冷气无所谓，最要紧的看打电话了没有。喂，不知道是谁呀？应该不会是他们吧？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小子，你一点江湖地位都没有，就敢乱说？妈，我真是无辜的。还说无辜？我早就叫你们别人有钱人，到现在还说无辜。你问他呀，我们真的没放过炸弹，没想报仇的。没有，谁是弄成这样？你呀，每天少惹点事，我就长命百岁了。老妈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呢。还说不关你事？哎呀，你骂吧。你是说我错怪你了吗？哎呀，电视机坏了，我们想看。那这里有点罐头，有衣服，那乖乖的留在这儿，不想死的就别出去啊。知道了。难道我一辈子留在这里？有地方藏，你就该谢天谢地了。哎、别出去，知道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去了，一定没事。小心点啊！哎、小心点。你比我还要紧张。哎，我们看看。你们两个别只顾看黄带，伤身体的，知道吧？好，不上。上肾的，吃泡面吧。你还有心情吃东西？龙晶的人在到处找我们呢。啊，你不吃，他就不找你了，是吗？啊，也对。多年来，你还好吧？本来不错，平平淡淡的，挺适合我。当时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你第一个男人。后来，我也派人到处找过你，但都找不到。是不是第一个男人没有分别？愿赌服输，筹码是我定的，我从来没怨过你呀。
如果当时我知道你是，我不会和你赌的。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要再提了。这次我来找你，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放过叶尊荣。那个小子是我的儿子，也是你的儿子。我的儿子？你认也好，不认也好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没烦过你，因为那是一个赌注，你赢了你应该赢得的，我输了我应该输掉的，两不相欠呢。你这么会想，为什么把他生下来？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你的赌场赢了人家的钱，从来不会问人家的钱是哪儿来的。是，你突然说他是我儿子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一件事，放过他。放过他？炸弹不是他放的。你信他的话？我信，你可以不信。有道是虎毒不食子，我希望给他一条生路。好，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，我是想你当时输得太多，你如果想有个儿子好陪着你的话，你就要严格管教他，下次再来赌场惹事的话，我不会再给面子。谢谢你。还是自己家里舒服啊。是你走运，可以没事了。要不是对面酒楼老板的舅舅认识罗荣进，我看你能躲多久。你不用绕着说了，罗荣进是不是我老爸？傻瓜，爸爸也乱认。尊荣，尊荣，你帮我叫做尊荣，你不是喜欢西部牛仔片的尊荣，你是要我尊敬罗荣进是吗？你神经病。别不承认了，床底下藏着什么呀？什么什么？没有啊。你还想骗我？怎么床底下有那么多罗荣进的简报啊？还有他每次上电视你一定专心看。看电视专心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不奇怪，一点都不奇怪。不过我不明白，我怎么有个这么威风的老爸。他是你爸爸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人赌钱呢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他是我老爸呀？我就不明白这一点，怎么我老爸赌钱那么棒那么成功，你就是不让我赌钱。是啊，你爸爸成功，可惜我爸爸失败呀。我爸爸叶成英赌素也算是出神入化了，可惜时不与我。当年罗荣进的爸爸一死，他想那是他出名的机会，所以他要挑战你爸爸。可是他输了。哎呀，那这太过紧张了，在比赛的前半个月已经吃不下睡不着了，还在比赛前那一天中了风。哎，医生救醒他，他还拉着我的手，要我一定要和罗荣进赌一手。嗯，明知一定要输还要赌。是呀，我也是这样劝他的，可是他说这是唯一的机会，不可以放过的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说着说着就太激动了，另一边的血管又破了。哎呀，有这种事？哎呀，上一代的人是这样的吗？凡事太固执。为了安慰他，我就带他上阵了。哇，大夫从军现代版呢，老妈。要不你以为上次还给罗日新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原来老妈你是高手啊，失敬失敬啊。去你的，是高人呐，就不会输了。我替我爸爸比赛，可谁知道罗荣进一见到我是个小姑娘，他就不和我赌了，所以我就用话刺他，使他一定要和我赌，如果我赢了，他就要在我爸爸面前说句天下第一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要陪他过一晚。结果我输了。哦，原来就是这样，赢得了我老妈。哎，也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逼他的。那手牌我们赌得很小心，赌了有大半夜，不论他出牌思考都非常谨慎和有风度的，完全是一副尊荣的样子。哎呀，如果说是我输给他，不如说是我自愿更合适哦。真感人呐，尊荣的样子。老妈知不知道你为了他守了半辈子啦？哎呀，男人好的一个就够了，何况还有你这小子。哎，上一代就是上一代。什么意思啊？很感人喽。说心里话。很傻呀。哎，那
你知道罗荣进是你爸爸就行了，别再惹事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想认你这个儿子。行了行了，他不认我都没办法的了。不过也好，起码我都知道我出自名牌呀。你这小子，尊荣。爸爸早。嗯。爸爸，什么事？怎么你会那么轻易的放过那小子呀？他上次搞的赌场生意损失了好多呀。根据我收到的消息，不是那小子做的。嗯，爸爸，我知道上次他老妈找过你吗？但你不可以心软的吗？你和这么多女人上过床，要是人人都带个儿子来和你认亲，那你开保证局不都行了？说完没有啊？我没想过是真的，也没想要认他，我只不过不想把事情弄大。你别多管闲事，你好好练好功夫，替我赢钱万通就行了。爸爸，这你放心，有我这张王牌，安枕无忧了。那就最好了。罗老板，上次爆炸的事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你快走啊，别想来这里认亲。什么来认亲呢？我只是想解释一下。你已经说清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走啊，还不走？谢谢。慢着。什么事，罗老板？我现在警告你，以后别在我罗氏名下的赌场出入。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话，我不会给面子。哎，怎么样？死了心了吧？你休想唠叨什么。我老爸有我这个儿子已经足够了。你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你别以为你老妈和老爸上过床就了不起。我老爸每天不知道和多少女人上床，你老妈算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嘴很臭。你说什么呀？怎么打我了？阿星，上车，别跟无谓人来说话。听见没有？无谓的人。风水轮流转，说不定你们以后要靠我。算了，二十年没老爸都这么过了啊。就是就是，他不认我也没办法，省得他们父子说我求他们。哎，你以后就做给他们看，什么仇都报了吗？我也是这么想，我一定要靠自己努力。真有志气，我请你吃甜品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啊，哎，那么小气啊，应该请吃饭吗？有没搞错啊？上车吗？我是啊，要不要我请你？不用不用，我上上。哎，喂喂喂喂喂，你不是说答应跟我去吃甜品的吗？你的甜品怎么好吃啊？这个才好吃吗？喂，就你自己去啊。喂喂喂喂喂喂，放手啊，走了。三爸有破产什么了不起的？走了。还没请教，刘千莹。哇，名字真是贴切，说出了我心里话。带我去哪儿？现在才问晚不晚了，把你给卖了。哼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不信，走着瞧。现在就去。进来。钱先生，你要的人我带来了。钱万通。叫钱先生。不，不用客气了，叶尊荣是吧？坐吧。黑腿，不是我倚老卖老，我就叫你尊荣。你的赌术很精啊。不算什么，出不了大场面的。年轻人不用谦虚。你和罗荣静的关系，倩莹已经告诉我了。他这样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说也是亲骨肉，不应该不闻不问的吗？怎么都要查清楚才做打算吗？我们不说这些了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呢？爽快爽快，一句话，一千万，加一个堂堂正正打败你老爸的机会，你接不接受？一千万。钱先生想你做他的代表，参加三年一度的赌王大赛，
如果你能赢得挪荣静的话，你就会有1000万的奖金。要是输了呢？我找你来不认为你会输，怎么样？你可以考虑清楚再答复我。能赢就不用考虑了，你对我这么有信心，就和他赌一次。好。真想不到，想不到你是钱万通的人。你错了，我是他手下，不是他的人。那你和罗日兴呢？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更何况钱先生怎么会看错人，是吗？你到了，谢谢。慢着，你赢了，说不定我是你的人呢。我的唇膏味道好不好吗？下次给你多一点。真的。下车吧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呢，主要是介绍今年赌王争霸赛我们钱氏的初赛代表。钱先生，今年您不出赛啊？我老了，我应该让年轻人玩玩。他就是叶尊荣。哦。别生气，喝杯热茶下下火了。是啊，你放着吧。你妈，都最坏是你了，告密。你没有啊？哎呀，你这小子，你代表钱万通和你祖父心愿，我这次为1000万奖金赌呢，简单又直接，是吧？你以为我要被人赏识一下？啊，你为了向你老爸显本事。你老爸知道他是你老爸，也知道你呢就是他儿子温东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为善不干的后人，各种筹款他都出力呀。正是，那什么钱万通一分钱都没有捐出来，还拍钱都要赚，你还帮他赌，你这不是人呐？喂，你们两个人在演戏啊？才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放过的。OK， 住口！哎呀，我再说一次，不能跟你爸爸赌啊！你再说10次都没用，上期我已经收了，我不赌啊，手就没了。啊，不如你就听伯母说话，好吗？哎呀，我要去睡觉。荣，喂，知不知道你的戏好差，怪不得你老是演配角啦。是好戏，我都做影后了，傻瓜。喂喂喂，你被人拍过后面没有？去你的！放心吧，爸爸，今天每天我都练功的。那就最好了。罗老板，周大师来了。周大师，这次啊，全靠你了。啊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嗯，坐。好，周大师坐。新少爷。你有没有照我教你的那套方法，每天打坐练功，还有绿油液、花枝液煮水洗眼睛吗？有，全照你的方法去做的。嗯，我叫你找两个童男童女，找到没有？哦，找到了。大伟，是星爷，你带他们两个进来吧。星少爷，你过来。哦，你坐下。哦，好。你的左手。就拉着男童，啊，右手呢拉着女童，啊，现在我给你发功，啊，准备。出去给你买糖吃。
师傅，你的内裤很好看呀，我看见你的内裤了。大师，果然厉害呀！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很简单的事。哎，爸爸，这次一定能赢了。那个钱万通还派那个小子和我们比，我一只眼都能赢他呀。临阵对敌，聚气轻敌。不管谁出来应战，你都要集中全部精神，知道吧？知道了，爸爸。还有两件事，你一定要记住：第一，开了天眼，不能近女色；如果破戒，功力全失。好吧，这几天只好做个忍者小灵精了。那么还有第二呢，师父？所有的功力都有一定的能量，你平时看东西最好尽量不要用天眼，保存自己的实力。行，没问题。是谁？罗老板有份尽量不签的。我出去签，少看我不会死的。这几天还没有遇到罗日星吗？是啊，按说他一天没到手，不会那么快对我失去兴趣的。一定有问题。进来。钱先生，莹姐。罗日星这几天搞什么鬼呀？我正想要告诉你。对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不用怕，自己人，说吧。罗日星现在给他找了个特异功能大师，叫周大军，来给他开天眼，现在什么都能透视了。这么厉害，罗荣剑居然出这一招，他抢了我三间赌场了，今年再输我还有地位吗？钱先生不用那么生气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喽。开天眼有什么顾忌吗？不能近女色。怪不得连我他都不敢见。钱生你放心。请双方代表出场。本次赛前抽签决定以 show hand 分胜负，每人有5000万筹码，6个小时之内谁能令对方输光谁就赢，6个小时之后双方仍然有筹码就以多少定胜负。知道了。慢着，我看见他衣袋里有一张黑桃 A。 为了比赛公平，请你把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。这东西是我的吉祥物，我不能放在桌子上，可以收起来吗？可以。哎，你真不简单，连我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你都能看得见，难道你也透视眼？废话少说，可以发牌了。慢着，这里的灯光太亮了，我的眼睛有点敏感，我想戴太阳镜，请检查一下。OK， Thank you, sir。 这个糖是我来之前我妈给我吃的，我吃了一半，可以再吃吗？发牌。大你20万，我20万呢，买糖的吃不完啊。不跟。50万吧。不跟不跟。再来50万呢？哼，你不想我赢吧？不跟了。哼，我这把牌有机会，玩小一点，1万吧。大你30万。这样啊，喂，这手叫多少？你说吧。那我不跟了。
还是不跟。这次四万，不跟。35万，不跟。26万吧。又是这种白，怎么跟呢？不跟不跟。你每次都不跟。我要去洗手间了。大还是小啊？大呢我就要杯可乐，不要冰。好的。去洗个脸了。骂了那个王八蛋，简直是侮辱我的智慧。星爷别那么生气。是啊，比赛要紧吗？你们两个先出去吧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好。阿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想见你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去我家吗？因为太平淡了，太没意思。哎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有我在，怎么会不行呢？不行啊，明天吧。怎么不行呢？哇，这么快啊，我的可乐还没喝完呢。罗老板，什么事？大师，邢少爷的天眼没有了。哦。你刚才在厕所干些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去的久了一点。坐那边。坐那边。裁判，我要求换人。你同不同意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罗老板是我的偶像，我当然欢迎了，请坐。坦白，黑桃可以说话。500万，上一届你一来就修黑，你是我一生的偶像，我跟你一样，修黑。我跟你。进来一定能发财。哎，看来你应该是同花顺嘛。就是想要同花顺。我的同花顺赢你了，开牌。不行，应该是同花赢。名牌就是名牌，果然是我的偶像，佩服佩服。哼，虎父无犬子，你也是出自名牌。钱老板，我一时失手，我也不想的，真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，三年之后我帮你赢回来。别说三年，30年都行，看你有没有机会。打他！打我！打归打，小心我的头啊！钱老板，你别那么快。哎，你就是叶尊荣是吧？是啊。现在有人告你，4月28号在油麻地区设下天仙局，骗了200万。你有权不说话，不过你所说的话将会作为呈堂证供，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警官，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啊。
钱老板，你要打我不是时候，我实在太红了。警官，我说完了。来人，走。警官，请允许我再说一次话。不行。警官，你今天的样子真的很美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倩莹，上次你问我觉得你的唇膏味道好不好，还没回答你，答案是很淫贱，最好换一种吧。兄弟啊，淫贱唇膏可难买了啊。是是。我叫你别把警察制服还给人家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啊，制服很贵的。我现在有的是钱，买多少警察制服都行了。你输给罗荣进了，现在钱万通在追杀你，你要逃啊。是是啊，逃难，我们现在逃到哪里去啊？不知道啊，不过时装电影的导演通常都是来白沙湾拍逃难的。是吗？我现在有这么多钱，去哪儿都行了，跟我来吧。啊，是。哦，师傅，师傅，徒弟，你场外投注买的赢了5000万，在这里呢。这下发财了！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不听话不行啊！我有点晕了。小心点啊！喂！哦，你的唇膏？啊，我不引荐。我想，你的唇膏很贤良淑德。真的？是。既然是这样，